之前是我艺人的照片，现在怎么换成李诗雅了？别说了，最近总监都对她毕恭毕敬的，还不是怪我们自己没本事，拉不到别人，吵吵新闻。是啊，靠着新马都不知道上了多少回热搜了，这次广告也很有希望吧？有后台就是好，这组照片怎么看都没有我家艺人表现力好，就脸好看，怎么就换？真的偏心。首先，谢谢你们对诗雅的认可，脸是模特吃饭的本钱。至于表现力，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，受欢迎才是最重要的。换海报呢，是总监的意思，你要是不满意可以去找他商量啊。有时间在这里说别人的坏话，多拍几张照片是不是会来得快一些？辛苦你了，我们可是一点也不会懈怠的，才不会管你们跟不跟得上。